你感觉是啥？这是你的作息 report。 小米，爱晨作息报告书早上7点准时起床刷牙洗脸，早上9点吃早餐，中午11点半订午餐外送，下午1点洗衣服扫地做家事，晚上8点准时睡觉。8点半睡觉你干什么呢？你还是在一个人过生活啊？我这些事情早费用来说都比你做得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跟你一起生活，我想要你陪我吃饭。 回家吧，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。脱下那一层一层的幸福，吹开心中的雾。大家中午好，现在是11点多。 吃饭的时间，今天因为难得来到店里面，今天在店里面有拍一场戏，因为彤彤最近啊，我的太太在一个偶像剧，这个拍打羽毛球的戏，哦，里面有一场戏，我也有演，我就是演这个卖海南鸡饭的，就是演我自己啦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偶像剧的剧组呢，就来到了我们的庆城街。 来拍戏，所以蛮感谢的，非常的感谢，让我有一个单纲这样一日的戏偶像剧的一场戏，呵呵，还蛮顺利的。本来说要拍到中午，但是我们还蛮顺利，在这个9点钟，我们七八点开始 setting 到9点钟就拍完了。今天很谢谢这个彤彤拍的这个。 一部打羽毛球的偶像剧，居然他们的场景拉到了我们的庆城街的爱乐莎来拍摄，然后我也可以担任这个老板的角色。对，今天很紧张，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晓得，跟大家说一个秘密，其实我最怕的是拍戏。对，这部戏很精彩哦，记得要看。回家吧，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。 剩一层一层的幸福，吹开心中的雾。回家的路，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次数，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，什么？ 是生，什么是福？回家的路，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，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，一切慢慢清楚。回家吧，幸福，幸福。 能抱一抱父母，说一说羞涩开口的寒暑，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。回家吧，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，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，吹开心中的雾。